见，你推叠，前一秒还在我手上，下一秒不见，找到了。好了。好啦，请你先翻到124页，我准备一下你们的电子书。我准备错了，数学。124页体积。哎，这个上次我们上次有看吗？动画？没有吧？没有。好，那先看。还没。我听到了，我听到声音吗？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真是太棒了，好好玩啊！可是这些大冰块是怎么做的啊？叔叔，请问这些大冰块是怎么做的？哦，这些冰砖是工人们在松花江上采集的。哇，这么多冰砖都是啊？对呀，为了抓紧时间，他们每天早上4点多就去采冰，很辛苦呢。而且他们对冰的要求很高哦，你看看这边，每块冰砖的长度和宽度都一样。啊，真的耶！你数数看，这个堆叠到一半的墙面用了几块冰砖呢？哦，我算算看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11 12 13 14 15 16，总共用了16块冰砖。哈哈哈，没错，我来带你去旁边参观参观吧。好哎。来数一下几个堆叠，我会忘记要开麦了。有答案吗？几个？下面这一题，几个？11个。对，11个。啊，上面这个是几个？16。对，这个是16个。来写上去，这边16个，然后下面这一题是11个。你们用数的吗？这应该看得出来，所以我们用数的。这16，这边是11。11、16，哦，用数的就可以了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换下一页。这一面跟这一面我们已经讲过了，122跟123我们已经讲过了。对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走124页。好，来，我们来数一下哦，这也是一样。来，帮我看一下活动二的第一题。好，我们写一下每一个形体课用了几个，写在你的课本，你的课本上，写在你的课本上，看他们都用了几个。来，自己把它写上去。喂，装着你的画面，为什么消失？我被说写方块吗？对，写方块，看他用了几个方块。老师好了，好了，好简单了，完全不用，完全不用那个的。好了吗？来，我处理一下哦。来，伟忠，甲有几个？啊，甲那么简单。甲有那个两个。好，来，
李明轩，乙有几个？四个。伟奇，丙有几个？五个。梁志丁有几个？六个。好，然后廖仁熙，戊有几个？三个。三个，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你会写的话，这样就没有问题了。所以哪一个体积最大？怎么知道？用数的就好啦，就这样。所以他这边有说，只要数出来积木的数量，就可以知道谁的体积大，就是用数的就好了。哦，用数的就好了，把这个数出圈起来，用数的。这边你还可以用数的，OK 吗？我下好算命的那个。好，所以谁的体积大？哎，他这边都写了，你们都算一样。来，丁这边写上去，丁的体积大，这边写上去，丁。行吗？好，没有问题，往下咯。谁的体积大？那个来，冷静，黄伟忠，冷静，别偷偷开麦好不好？我要问吴家章哎、欸，来，吴家章，甲有几个？十二个，十二个，十六个，八个，十六个，八加，看错了，看错了，还有、那個、我们这样子看好了，我们这样看好了。如果这样子算第一层、第二层、第三层、第四层，来，我问你们，来，我问你们，一层有几个？一层有两个。哇，一层有四个。哦，对，一层有四个。好，一层有四个，每一层都是四个，所以四乘四就好了。所以甲是十六个，一层这是一。伟忠，你先关麦。好吗？一层有四个，所以总共有四层。所以四乘四才会等于十六，可以吗？吴家章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邱瑞阳，十八。你有几个？十八。好，所以我们这样看哦，它有两层，它这边有两层，所以一层有几个？九个。对，一层有九个，所以九加九或九乘二都可以，十八。所以谁比较大？一。对，乙比较大，感谢乙比较大，写上去。老师，我感觉接电话都没在上课，有李恩华、钟祥成、吴以晴，还有田伟琪。喂，我以为他们三个没在上课。好，好好好，我跟伟忠说好，拜拜。伟忠，好，伟忠，干嘛？那个。老师叫你去上课，我把代码给你。等一下，我把代码给你。然后你要上国语哦，啊，你要上国语。那我们先改国语好了吗？那你等一下就上不到我的数学嘞，怎么办？请教。等一下，黄伟忠，我先给你代码。等一下，你先不要跑走。你看旁边的，我代码好像没有弄好。等一下哦，你等我一下。等一下，哎，代码来了，你自己去，你要把它记起来，写下来，然后过去。老师每一天都一样的吗？你等一下问老师，我怎么知道？啊，你可以先过去那边上课。等一下哦。好。好，来，其他同学，我们再往旁边那一个看，好不好？拜拜，拜拜，伟忠，拜拜，跟伟忠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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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慢了。张新成，那个嘉音老师的声音可以小一点吗？你要记得关掉。好，来，125页，关麦。吴雨晴是你是不是？吴雨晴你要关麦，你不关麦，我一起听嘉音老师上课，我们听嘉音老师上课就好啦。好来，再来125页，来白色积木，白色积木，来这边白色积木每个边长都是1公分，像这样子的白色积木，它的体积，来注意哦，
因为它是立体图形，所以这边用的是体积，它是一立方公分，也可以记成 E C M， 这个要怎么念？谁知道 ？C M three。OK， 陈俊霖答对了，这边它是 C M three， 我们一样用英文，因为还记得我们那时候面积吗？我们面积是用 C M two 或者是 M two， OK， 所以这边的话，我们这个小小的三，我们一样是念 three。好 ，CM3， 庄腾念一次 ，CM3， 好 ，OK， 好来，那我们就先看这个动画咯，他会跟你讲解。一个白色积木的边长是几公分？它的每条边都一样长吗？像白色积木这样，每边长一公分的正方体。它的体积是一立方公分，也可以记成一 cm 3。OK， 好嘞，把它画起来吧。画起来，体积一立方公分，一 cm 3。所以两个白色方块就是两立方公分，就是二 cm 3。可以齁，因为它的边长才一公分哦，所以我们的单位是用 cm， 是用公分。好，这是用四个的啊，那四个的话，它可以排成不同图形。那记得哦，一块是一 cm 3，四块就是多少？什么样子？四 cm 3。对，一块就是一 cm 3。等一下，它跳掉了。老师。老师还没来，你又干嘛？你是不是打错了？没有啊。老师已经开了，老师说他在等你了，你再去一次。为什么 P 也不见了？好，这边都是四 CN3。来写下来，他们体积各是多少，都把它写上去就好了。所以这边回答一样大。写上去，你要关门，好了吗？把它写上去，一样大。然后我开另外一个给你们。伟忠去了吗？为什么伟忠去了？还有别人去？为什么消失这么多人？还有谁不在？恩惠也不在，还有谁也不在？少了两个人呢、欸。还有石祥志，哎，石祥志那边，石祥志在啊，石祥志在啊，石祥志的你，那你还说他不在？哎、欸，我老师，我刚刚重打，我刚重打，然后都没有。你刚重打没有？你们。邱瑞雅，你是不是还有手机？你帮他打一下，看老师是不是真的不在。你用你的手机登录看看，看老师是不是真的不在。伟章是不是你进去？是不是他给你打错？你是第一位来的？我登录啊。那你就打错了。他说我是第一位来的。那伟章就打错了。老师，你知道我八点就进来了吗？然后又没人。老师怎么？啊，你要看我昨天啊，我昨天传8:20我才会开啊，所以我会提早10分钟、哦。老师，我打。老师有叫你开麦克风吗？好，等一下。老师，你旁边是谁？你在跟谁说话？对啊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先开一个东西给你。等一下哦，你先等我，我要开这个。旁边是他的。王伟忠，你真的不去吗？这老师又等不到你上课。我刚有进去了。你是不是打错字？没有，我大小写都打过。好来，这个用看的就好了，哪一个体积比较大？第二个。第二个。第二个。好来，处理一下。第二个。陈轩宁。好，冷静。关麦。陈轩宁，第一个，几块？16。
16块，第一个16块。那吴家章第二个几块？哪个第二个？这16块，这个呢？李敏轩这个几块？老师都没有。18个。老师说我是第一位。18个哦，吴家章啊。好啦好啦。好，来再来，所以这个比较大。再来第二题，陈轩，陈轩你讲过了。本来第二题这个几块？12块。这也是12。来亮七这个几块？亮七十块，所以这边比较大，可以吗 ？OK 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答案。没错，感谢大家。来处理个即时测验吧。好，来哪一边比较大？张一成，左边右边？左边。张清晨。嗯，我看。右边。右边还左边？右边对，没错，右边比较多块啊，因为这边有几块，这边这样数的话应该是这边才六块而已耶，这看起来就比六块还要多啊，这有什么好思考的你们。然后另外一个是10块啊，这个太简单了，我们不要上这个，这边比较难一点好不好？这边好像也很简单耶，这边没有题目哦，这边没有题目。Yeah. 好，那我们就看下一页。你跳出去了，等一下啊。来，这个你们没有办法，这个你们没有办法听到声音，所以我们直接看这边第五题。好。他这边用分层来算，这边第五题他是分层来算，等一下哦，来你们帮我写一下，因为他是好嘞，来吧。所以黄伟忠，上层有几个？9个，全部都9个。全部都9个，因为它是一个正方体，所以每一层都9个。所以总共用了几个？总共用了，等一下，总共用了17个。怎么会17？9+9就18了。对啊，9+918，二十七个。我知道。27。好，来庄腾，所以体积是多少？27吗？对，就是27啊，因为一个就是一立方公分，所以27个就是27立方公分。OK， 好，来我们来看补充活动。来，你在你的课本上面空位算就好了，帮我把这三个总共是多少立方公分写下来。在你的课本写上答案就好了。哦，找空白处写上答案，这一面很空。
老师算好了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。答案我都知道。为什么黄伟忠老师就说他在等你啊？都我刚弄两次啊，好几次我都弄大小写，都没有。他说我是一直说我是第一位来，第一位来，第一位来。黄伟忠，你看一下你抄的字，应该叫做 QHE 嘛 ？Q 哦，不是九哦，是 Q 哦。Q。Q H E F I B Z， 老师，你重传嘛？我重传哦，我重传，我传的。你本来不见了。好，来，伟琴，你告诉我第一题是几立方公分？八立方公分。对，好，来，再来，明轩第二题。21。21吗？吴玉琪，第二题是多少？吴玉琪，吴玉琪，你又没在上课了是吗？27。吴玉琪呢？好，我这样知道，吴玉琪没有在上课。好，来第三题，张英成，64，没错。张英成的64怎么算的？我就先拿，我就是先用，他的一面是多少？就它的一面，然后再用它上面的有几个，再乘以多少？好，来，我们这个叫做第一层。我们先算一层有几个，一层有几个的话，你可以一个一个数，但是用数太慢了。这边一层有几个可以数，这边有一二三四，这边是四个，这边是一二三四四个，所以一层的话是四乘四等于16，那总共有四层。看这里，这边总共有四层。所以16乘以4才会等于64。哦，要记得哦，要这样子算哦，可以吗？所以吴雨晴没有在上课，吴家庄你有没有在上课？有。那有什么不开镜头？邱润阳、雨晴、伟琪全部开镜头，不然会上旷课。东腾，你镜头要打开啊，为什么看不到你？那现在就是吴雨晴没有上课了，因为吴雨晴他没有连讲话都讲不了。好，来，不是来点名就好了，不是挂着就好了，我们是上课，我一定要看得到你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所以我们先抄联络簿，等一下哦，处理一下。来，签了联络簿。那这个的话，第三点应该不用了，因为你们只剩一些人了，剩伟琪跟李恩惠、林伟燕跟黄伟忠而已。所以这堂课没上课的是吴雨晴、林伟燕、林伟燕还有李恩惠，他们三个人是没上课的。OK， 好，先抄联络簿哦，联络簿请你抄好哦。他们翘课。